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咱们继续《最终幻想12》国际版。上一期呢，了解了一下游戏的背景，还有交代了一下游戏的基本的系统。那今天呢，咱们继续剧情部分。上一期咱们接到了一个讨伐任务啊，这期咱们就去做这个讨伐任务呢，也是游戏第一个。哦，还有一只大恐龙啊！这是达尔马斯卡东边的沙漠啊！啊，游戏的整个生态的部分做的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小仙人掌呢，不会主动的攻击啊，所以说咱们要主动的砍它。还得来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系统设置里，好，战斗已经是最快。这里就开一下加速了。好，讨伐对象在那儿啊，就在这儿。先把周边的狼啊清一清。我砍了他三刀，好了。追过去啊，边上也有狼啊，但是没办法了，只能一起打了。哇，这是不是吐火了？讨伐完成，这样可以回去交差了。ガルバナじゃないか。这种花呢是凡的哥哥雷克斯最喜欢的啊。こんなところで咲くなんて珍しいな。但这个时候，凡的哥哥应该已经过世了。帰ろっか。一个剧情道具了啊！加速，快走两步。加速键呢，原版是没有的啊，这是国际版后加的。四倍速度啊，应该是。这里东门呢，恐怕是封锁了啊！不让进了。なんだよ。好，陆行鸟。ちょっと待てよ。俺たちは入れないのにチョコボはいいのかよ。何がおかしい。このチョコボは血統書付きの式典用だ。こいつには何万ギルもかかってる。哇，好几万一只啊！那确实啊，咱们现在买不起啊。俺ら近づくんじゃねえよ。チョコボに。游戏第一个刷钱的部分呢，应该是在矿里啊，模式矿里。この野郎。ははこれはまた立派なチョコボですな。一目でわかりますよ。ついたのさんでしょ。土が違うとチョコボの育ちも違いますな。そうそう。土が変われば味も変わるものでして。例えば、解围的来了。バロンス種。深みと香りはアルケディアさんに一歩譲りますが、実に力強い風味で。これはこれで悪くないものです。いかがですかな？もちろん人数分ご用意しておりますよ。おい、積み荷を通したら予定通り門は封鎖だ。くそ、予
鎧の中が砂だらけだ。今のうちにさっさと行こう。下の子だな。あんまり心配させんでおくれよ。まあ大ごとに並んで何よりだ。さあ私たちも行こう。あ、じきに式典が始まってしまうな。これは急がんとな。典礼马上要开始了。这个典礼呢是啊ちょっと这个王都的新任的执政官啊就任的典礼。新任的执政官呢是帝国的三皇子维因。咱们在第一期的序章的剧情里见过他啊。他在国王遇刺之后呢抓住了当时行刺的所谓的花修将军啊。静粛に。アルケイリア帝国西方総軍司令新司政官ベインソリドール閣下のお言葉で。閣下、听一下他的发言吧啊。ラバナスタ市民諸君、帝国が憎いか、この私を憎んでいるか。当たり前だ。止め、帝国が来なければ。聞くまでもなかったな。私自身諸君の憎しみを拭えるとは思っていない。私は諸君の忠誠を求めない。諸君は亡きラミナス陛下への忠誠を守り通すべきだ。陛下は国民をこよなく愛し、平和の実現に力を尽くした真の名君であらせられた。陛下の大御心は今なお諸君を見守っている。ダルマスカの平和と繁栄を願っておられる。諸君、私はただ一つ求めよう。陛下のご意志を継ぎ、平和への祈りを。あの痛ましい戦乱から2年、ようやく兆した平和の芽を諸君の祈りで大樹へと育ててほしい。それだけを忘れずにいてくれるなら、私ごときいくら憎まれても構わん。私は逃げることなく憎しみを受け止め背負い、そしてダルマスカを守ろう。これは私の償いである。亡きラミナス陛下とアーシェ殿下は今なお諸君を見守っておられるのだ。祖国を愛する者たちよ、亡き陛下のご意志を受け継ぎ、平和への祈りを。私の望みはただそれだけである。收买人心啊。但是凡好像不买账啊。哎，刚才是 CG， 现在呢就是这种计时的演算。毕竟是二公主的时代啊，现在四公主的时代呢，CG 和即时渲染的效果呢，即时演算的效果已经分的不是那么明显。今宵の祝宴はこの者が手配。ミゲロと申します。ミゲロ。次期皇帝となられます殿下のお迎えできることはまさに誉れ。市民一同誠に嬉しく。殿下はよせ。私は陛下の子ではあるが王子ではない。
我がアルケイディア帝国の皇帝は市民が選ぶもの。私はただの候補に過ぎんのだ。これは失礼おばん。かといって市政官閣下などとは呼ばんでくれ。帝国这边内部权力结构也非常复杂。私の市民だ。最有能力的呢，应该就是这个三皇子的音了。但是帝国那边的元老院啊，也就是说，那些贵族们呢，想扶植一个傀儡，想扶植年幼的四皇子。然后帝国的国王也年老，所以说几个势力啊相互制衡。だらしないな、ミゲロさん。だからってさ。じゃあバンならどうするの？どうするって。俺なら。主人公还没想好，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的立场。聞いてるの？ねえ、バンってば、ちゃんと聞いてる？雰囲気変わったね。ラバナスタじゃないみたい。どんどん帝国に飲み込まれてく。なあ、今夜のパーティーって俺たちでも行けるのかな？何言ってんの？招待されてないのに王宮に入れるわけないじゃない。じゃあどうすれば入れる？そんなの知らないよ。ミゲロさんに頼んでみるとか、ダウンタウンのダランさんに聞いてみるとか。ねえ、这里提到了一个重要人物，下区的达兰尹。下区呢，在这个主城的城下啊，相当于平民区。お宝盗んでさ、みんなにおごってやるよ。凡决定啊，趁着这个典礼溜进王城，然后偷点东西出来。こんな宝が手に入ったら、まず飛空艇買っちゃうくせに。けどまあ、バンの気持ちは嬉しいかな。それだけもらってくよ。じゃあね。そっか。飛空艇か。本気でやってみるか。ミゲロさんには迷惑かけられないし、頼りはダランジーだな。あのじいさんならきっと何か知ってる。ダウンタウン、行ってみるか。这里有个伏笔啊，这些帮家族是来找人的，来寻仇的啊。看看我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先要去沙海亭，也就是酒馆，来交那个任务。这是上区。在这儿啊，酒馆是在这儿。城区里边呢，后来会出现莫古丽的传送点啊，这样走起来就方便多了。现在呢，只能跑腿儿。那个谁呢？托马基。300块钱恢复剂传送石。他告诉我有一个工会啊，这个工会咱们可以去看看。工会里边有一个老熟人。回这边走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啊，中央广场，然后东西南三个门，北边呢是商业区啊，还有一个集市啊，还有一个北区，工会就在北区啊。这里就加速一下，快点跑。游戏的 CG 比较多啊。好，因为咱们已经完成一个讨伐任务了，所以拿到了工会报告啊，可以进屋了。屋里应该说不止一个老熟人啊，好几个咱们以前都应该见过。这位呢就是工会会长莫布兰。
啊，也就是最终幻想战略版 A1 的莫古利族，算是最终幻想战略版 A1 的男二吧，莫布兰。他建立了一个百夫团工会啊，这个工会呢，随着主线剧情的推进啊，会给你各种的报酬，而且随着工会的等级的提高呢，也能在工会附属的商店里买到各种新鲜的道具。并且呢，他还会有一些讨伐任务啊，交给咱们这边啊。卡罗琳、马肯罗，这都是最终幻想战略版 A1 里的伙伴啊，默认的队伍里的成员。行了，到这儿打完招呼了呢，咱们可以去地下了啊。先看一下装备啊，这个执照盘我们这些也可以。行啊，走吧，先去发展主线吧。就默认装备呢能用一阵儿。达兰应该是住在地下层的南区，它离南门特别近。地下层也分南北两区啊，南区和北区。北区呢主要是进地下水路，南区呢就是这个达兰爷爷的所在地。就这儿了啊，万事通啊。久しぶりじゃな。東門の帝国兵をとっちめる方法でも聞きに来よったか。なんだ、もう知ってるのか。伊達に物知りとは名乗っとらんよ。万事通。我想起了万事屋。あいつらにはいつか仕返しするけどね。今日の用事はそうじゃない。万事屋、阴魂要完结了。おお。王宮に忍び込む方法を知りたいんだ。すごい宝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だろ。ちょっと盗んでやろうと思ってさ。なんとまあえらく簡単に言えるさ。流進王宮。王宮も宝も何もかも帝国に抑えられとるんだぞ。だからやるんだよ。ダルマスカのものを取り戻すんだ。ダルマスカのものをダルマスカに。お前にしてはご立派な決意じゃ。そういえば古い噂があったの。王宮の宝物庫に秘密の扉が。通往王宫的宝物库。魔力を秘めた。大家注意这个蜡烛的光影啊。こういう話を聞きたかったんだよ。で、SE 十二年前做到的这种水准。わしが持っとるよ。当年见到之后，真是感觉叹为观止。玄月石，玄月石呢需要太阳石来充能，然后太阳石呢要到吉萨草原去弄，到吉萨草原弄太阳石呢要先去找一个小男孩，这就是RPG 游戏惯用的线性的节点制的流程。有个宝箱啊，咱们拿着，八块钱。好，这边出来是南门啊，东门呢是连着东边的沙漠，西门呢是连着西边的沙漠。这个储存点呢具有传送功能啊，但是咱们现在没有其他的传送点，所以走不了。
那南门呢就连着这个吉萨草原。吉萨草原呢是受季风影响特别厉害的一个地区，那么它有的时候是雨季啊，这样河里就充满了水，原本能通过的地方呢就过不去了啊。这有新的敌人啊，狼需要砍三刀了啊。这个兔子呢也是不主动攻击人的啊，我砍了它两刀它跑了。好，升级啊，那发光呢就是储满了能量的大型太阳石啊。咱们先要到这个村子啊去打听一下。村里跟谁说话来着啊，我想想，这儿想要太阳石，是的啊，那先要替他完成一个任务，有一个叫吉恩的孩子去做那个太阳石了，结果没回来啊。潘尼罗在这儿，这里呢潘尼罗就第一次加入了，短暂的加入啊，后面还会离队的。本当に無茶しないんだったら、私がついていっても大丈夫だよね。遠慮しなくていいよ。ミゲロさんはパーティーの支度で応急に行ったから。私、今日はもう仕事ないんだ。ほら、行こうよ行こうよ。潘尼罗加入啊，看这是卖什么的啊？宽刃剑。说实话有一点点买不起，顿来一个。好，然后呢给潘尼罗决定一下职业啊。潘尼罗呢是整个游戏里边这个魔力啊数一数二的角色啊，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会给公主转武士，潘尼罗呢就可以选黑魔导师或者白魔导师啊。潘尼罗来个黑吧，队伍里毕竟要有一个法术的输出，一个 AOE。 其实黑魔法在本作呢还有一个其他的应用，这个应用呢比较特别。哦，那应该往这边走吧，就是一些大魔法啊，是队列制的，就是同时啊屏幕上只能存在一个大魔法，这样尤其当对面的 boss 会放大魔法的时候，然后咱们的大魔法呢和对面的 boss 呢的大魔法重叠了啊，或者说排队了，这样会卡很长时间，但是物理攻击呢并不受影响，所以你的菜刀队在这个时候可以全力的输出。这也是黑魔法的一个另类的应用，它利用了系统的一个延时的一个机制，实际上游戏是不想这样设置的，但是呢受到机制的影响还有机能吧，造成了这样一种现状。哇，那个货真大啊，咱们现在不去惹它啊。恢复剂，潘尼罗现在啊最大血量才80，很脆啊，而且黑魔法师的话呢这个血量加成也是非常有限的。咱们先去找那个小男孩，然后把这个太阳石做了啊。潘尼罗那儿有个标志啊，大写的 G 代表着它的自动战术啊是开着的，
小男孩在这儿呢啊，他腿受伤了啊，所以说没能完成制作太阳石的任务，这样呢就由咱们代为完成了。太阳石呢是用阴石啊来吸收这些能量啊制作成的，大概只需要吸收三个就可以了，这个就能阴石的能量涨到100%，这样就是太阳石了。我需要先回复一下啊，不保存啊，不保存，从这边出去吧。草原上大概有四个充能点啊，咱们调查其中三个就可以完成任务，这是第一个。这样的光影效果呢，放到现在你感觉也是做得非常绚丽的啊。往北走。吸收了一个了，哇，那个怪看着非常狠啊！啊，对，我记着我师傅买了一个盾啊。但是我的技能点好像还不够开那个装备盘的，加个速。这边走。哎，我眼看着那个发光的哪去了？那儿那儿呢？这血算不少掉了啊！再打两头狼啊！这是猎狗，不合理啊！这猎狗怎么比狼还狠？在东边的沙漠呢，咱们打的狼没这么狠。这是第二个，砍这只。看一下啊，草原上四个，咱们已经调查完了两个啊。所以说它是有富裕的啊。这个加速功能呢不错啊。那得来个回复剂了，现在回复剂的要自己用，还没开启这个战术功能，战术功能呢要等到那个空贼二人组加入之后才会开启。其实这样也好啊，让游戏初期呢能够了解一下战斗的机制，这样有了战术功能之后呢可以自己，我看看那个在哪啊，我在那儿啊，我直接开这个就够了。果然满了，回去找那个小男孩就完事儿。这个太阳石呢，以后能来反复的做啊，它是一个重复性的任务。可以了。
直接回村了。这样为了答谢咱们呢，这个太阳石也给咱们了啊。哇，还给了两个传送石啊，50块钱。行了，拿到了传送石，看一下，拿到了太阳石啊，落单，工会报告。啊，这个货是卖地图的啊，我无力做。吉萨草原的地图30块钱，买了。这样在地图里呢，就可以看到整个吉萨草原的全貌了。咱们没去过的地方呢，以灰色来表示啊，去过的就是点亮。好，升级，我要赶回王都啊。好，看一下执照啊。这个一段的剑和这个盾开了，潘尼罗就不用开了啊，他马上要离开了，先把这个盾装上啊。那好吧，那本期呢咱们又走了一下主线的剧情啊，做了第一个讨伐任务，然后呢去了南方的吉萨草原，制作好了太阳石，下期就可以进皇宫了啊。这个游戏呢确实是一个大作，需要慢慢的坐下来来体会和品味啊。那给大家挖这个坑呢，大叔并不着急着填，争取呢一天一期啊，咱们180期也是他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。